请讲的是慈悲，全岛一冲，昏倒一冲，蔡讲师好，麦讲好，请坐下。首先感谢三天慈悲。师尊师父还有大德二圣头大师圣一手大罗仙的菩提，还有前人表示目前的栽培，然后各位在座各位贤人一些让候选上来学习的机会。那候选呢，这次要学习的道歌呢是乘风破浪。其实有看到啊，上面是一艘船，然后还有一片海。那这个海，我们有看到什么东西吗？有看到什么东西吗？这一片海而已，这一片海而已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正题了。来，那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练一下我们的一心回向念：开光龙，开天救四方，开运普通天空，祖灭祥音随风散，应用心全走，甘喜缘由行光破，引经得金光用。东方观长一门用，那即小地的观呢，小的观呢，喜欢俗尊，喜欢俗尊的人说者，那你钓者钓什么啦？所以呢，我看呢，你们开发这性观自己呢，就是去找一寡钓什么人的物件。那这个请问者，有人坐过船的？有啊。阿秀姐，阿秀姐，我看看者，看看我们坐过船无？哦，真无讲介济哦。好，那坐船呢？坐船，钓船的人有诶是出海要去创啊，要掠鱼啊嘛。但是阮坐船，坐船想要去创钓诶，要去外国，但是要坐船。那我看呢，之前伫内湖坐倒来台湾，那坐船诶时阵，我看有停住。这组呢，就属于，伊需要后面学校去查资料，船呢需要几项，一定爱需要几项物件。那我们来看，伊需要啥物？出海一定爱有几项物件。第一项，前面你有看到啥物？两个人对无？那人有一定有啥物物件？辛苦啥物件？救生衣是一定爱。因为其他人变到厉害了，对不？所以救生衣是一定是需要的。啊，但是救生衣一穿起，你讲变到厉害，伊讲有用？有变到讲没有路用？无路用，因为你爱晓用，你袂晓用伊，嘛是我定着伊。所以不爱一定要爱，咱救生衣上来就爱讲，这救生衣要用，你爱家用过来，家穿起。那遮有一条线。你来救伊，救伊了，伊爱再靠皮，伊爱互伊皮皮爱用伊。那再来，身躯干一项物件，就是阮诶安全帽。安全帽是上重要，因为阮有时阵若真正变着意外时阵，是变着厉害来滴，有可能你变着遐无可能一只拢变厉害来滴，一定会可以无细去动。啊，弄着做时阵一定爱啥物件？即个安全帽啊，你无安全帽弄着头痒啊。你可能有生理有穿，就算你有解。伊用，但是伊是分到的，所以袂当浮的，所以做不一样的。所以，伊去船顶面时阵呢，一定爱，若是伊船外口着无，船一定有变着大其他活动的所在着。我应该穿救生衣，然后搁安底啊装落。啊，船顶面有了即几项物件，搁有咧救人装落用的，有一个迄落，人咧讲游泳圈着无？救生圈，啊，搁有一款救生艇、救生筏，这是一款救生设备。所以船顶面呢，一定要有救生的设备，救要救人嘛。这是一个保险，一个保险伫船顶面。那只只船，真个有看头一个船着无？我们看到船的头前，那看到头前一片海，啊一片海，你知影要对对一个方向去无？嗯。刚看到一个，迄个头前看到一个倒物件，啊，我们知讲，哦，我们家爱用啥物？无看见，啊无看见，爱需要啥物件？需要雷达，
只要雷达，你雷达呢，也该红，你红，你红绿灯，那你附近会动起来的，看我注意他无？你啊，就是这样出来时，他你无说应该讲着，是不是？伊也为咩不该讲伊咧？所以雷达伊功用就是咧保持这安全的迄个距离。那这个是咧讲着一个底，一个人伊底。那一个人，你搁需要一个指南针，够内容。阮较会知影讲，哦，阮怎啊推荐朋友去，是正确的朋友，是真的朋友，毋是去跑。阮假设讲要去代表，比如讲西顺西街道去去美国去，那是不奇怪。所以阮爱知影阮推对一个朋友去，所以这就是阮的导航仪器。阮想就一定爱有这几项物件咯，你无这几项物件一定的。你想做了，你可能出去了，你可能想讲该刷好啊，阮还是倒来台湾对啦。阮搁出去是毋是无保险无安全？阮出去，拢毋知去倒啊，会做一个迷茫的心态伫内底。那再来，船顶面一定爱有一项物件。哎，您刚刚在讲什么呀？海在讲什么？海船者。通讯设备一定爱有讲话嘛？一定爱有讲话啊！因为你啊接近其他船的时阵，是即个要广播的时阵，要互知影讲哦，怎啊船行去倒位，然后要上岸对无？这通讯设备会讲嘛？那如果你啊接近其他船的时阵，哦，你要改变船经的方向，通过过来，通过过来，可能会动到啊，是安怎？所以需要这通讯设备的。所以船一定爱需要这三项物件，必须需要的三项物件。那第三项物件咧，对应的就是阮个救生设备第一项，三宝救生设备。阮虽然有来听到了，讲三宝互阮知，那这三真个在座真个，应该拢有救得过嘛？嗯，拢救得过哦。嘿，你还会救得？那这三宝咧，你敢知哪用嘛？阮第一天救得是我用个三宝，那三宝会来保护你安怎使用？伫阮危险时阵，伫阮心情。烦恼时阵，心情咧无舒，无咧，袂感觉平顺的时阵用使用伊嘛。这三宝的动作作用，就是要保阮平安，要互阮知影讲，互阮一个保险伊个。那一个导航仪器，就是咱个助力，咱个助力着。阮一定爱家己自身爱自备着，互阮怎啊对一个方向去。啊，这船爱安怎驶？啊，无，阮去船顶面，啊，拢袂晓驶船，阮就拢坐船顶面个，啊，拢要担啊。所以，阮爱知影讲，尽力要啊操控这船，要啊对对一个方向去。那曾经呢，师尊内底有一个故事伫个嘛，伊有时有一摆，有一工，伊个排单个一寡前员工，有一摆师尊内底听到去个时阵，阮要安怎收？那前员工回答讲，对师要收嘛。那安尼渐渐落来，苏月无伫个，就对伊就进无收，就进收去啊，对先无收，安尼同哪里对伊无收收，啊，伊无收也等于，伊无收也等于，你安怎要对下收？所以，苏州人讲，加勉励归经，所以呢，苏州人讲就去持续，伊个讲嘛，阮先互困到俩，困到拢先来俩，一句。德运缘故，多事善行，为师谢，有所结果，故高扬。文理记载，多读圣贤书，则以体会圣贤教化世人苦心。那只换片的，换片的哦，换片的。三啊，圣贤所了见，是令我生天故，爱时常亮，爱时常好。地位在，不读圣贤书，不理解圣贤心，如无为困时，如何坦然对困？那只上后上尾啊一句，所以就讲，我爱定读经典，理就是经就是理，不变的路，几乎不变的路。阮也是条路，是毋是拢有变化？一定有变化，但是阮知影要去对个方向嘛。那假设像阮前面知影讲，互阮到怎个去倒位，那这条路要啊对阮到哪一条路了？无一定嘛。你来上高速公路，你嘛使正话倒话，倒一条路拢会使转去。但是这部分的路是啥物部分的路？
就是阮知影伊的痛，就是阮知影对这条路要哪去呀，要哪去阮的，阮的阮导游。那些不对的路就是印证，就是幸福，就是经历痛的。所以之前阮就定咧甲阮某咧讲，阮需要去打拼，阮需要去看幸福。那阮需要定有一个三不离，不离印证，不离成绩学，不离一个，不离输的。那定咧。就是阮的通讯设备，通讯设备啥物？就是阮自己，阮的厝，就是阮的豪宅。因为阮属阮有三宝啊，阮嘛有一笔钱嘛。阮是毋是需要去报喜？就是阮发喜，在好多的时候应该拢会晓报喜的。就是唔呐，不管是财喜、发喜、福喜，拢会晓。因为阮真正是做一个开会，开会做一个道理啊。所以应该对家己事实。家己个厝内底啦，应该会控制一寡道理，就是阮豪宅，就是阮需要个家。啊，即厝海必备，必厝海必备物件，是毋是阮修行需要个物件？那即，阮伫尊顶需要即三项对无？那厝海也是真，大家拢是太迄个，大家拢是太阳，拢伫遐，拢光明大吉，也是安尼。那我个人是安尼，厝海也是安尼。那厝海上惊遇到啥物？哈？风台。风台就是风台，足惊遇到风台。那遇到风台，阮要安怎？你看这海燕遮大条，啊，伊遮船伫遐，你看伊伫海燕顶面看，啊，我共惊船，我共惊遇到这种阮会惊吧？惊有惊惊的嘛？那是会足危险的，这是风台，遇到船的风台。那只要遇到风台，都有可能遇到啥物件？能量可以做些做些什么事情？电灯海啸。我今日发条新闻，报道着什么事？海啸。就是火烧厝，火烧厝。哦，火烧。嘿，就是阮当地的作用，无说伊可能去有人食风啊，啥物嘢，然后当地住那边，然后就是设备派去，去迄个电器拢砸去，然后就来火烧厝。阮做今日去着这个，伊做海边做侪危险事。也是天气，甚至各种天气做危险。伊虽然风平浪静，但是嘛是做危险一个问题。就是，无啊。但是你有看到阮即个正常物件着？啊，我你看到是物件吗？哦。我爬着无？这个是有起伏。你若起伏的时阵，就算你知影风平在起，但是阮若驶船来驶，伊做危险的。阮毋知影风头前。讲物件，你知无？讲迄个石头啊，海，你讲着石头，安尼就是是个海，对啊，即起雾。那遮个物件，风台、火灾、起雾，遮个物件，伊所对应个就是阮伫即个人世间个遇到物件。阮常常讲，即个人世间是啥物？苦海，就是苦海。人生，阮即个人世间个苦海啊。那阮拄着遮个物件，伊所对应个就是阮上惊个啥物件，就是下暗个三条筋，啥物贪嗔痴，伊对应就是阮个贪嗔痴。所以说，来做厉害个，伊将惊存个人惊掉伫一条歌内底。伊所要讲表达意思就是伫遮。那这存是啥物啊？既然阮出海一定要存嘛，这存是啥物？这存是啥物？就是阮这肉皮啊。阮个驾驶有啥物啦？就是阮个情绪啦。那这个老师，伊讲，伊所有个行船个人，伊个行业嘛是会讲修道个啦，修道个人爱安怎去行，爱安怎去做。那即，阮即个伫地下个时阵，伊就讲，即真个我看见嘛，即个引进着真空票，就是阮个导航仪器啦。那船个声音，伊阮是修道。伊嘛是伊蛮讲讲修道个啦，一定伊嘛是蛮满载而归嘛。那我会，那我伊蛮讲，伫海伊拄着，伫海里面拄着危险，然后船沉落去，那我嘛伊嘛安尼，无伊嘛安尼嘛，一定嘛伊嘛安尼啊，一定爱满载满载而归嘛。这安尼阮老师海个话语，那接下来，这个老师就开始鼓励阮啊，伊个鼓励讲，到底属于是勇敢个行船哦。你想着一切无从依靠，你的虚心与提供，因为万古流芳。那因为万古流芳，
其实做这个代志要了解讲，伊在人口流动的是啥物啊？是生物。伊即款事嘛是伊人口，阮会使做一个勇敢的行进啦。所以只真正在做这个，伊讲重要，因为阮食到阮经过一地工的时间，伫阮的人际关系啊，伫工作里面啊，甚至伫阮的家庭内底啊，要安怎经营，要安怎经营啊？甚至有时阵伫厝内底拄着的，可能家己的后生做囝会对家己无礼貌，有时阵心情爱拄无好，就是厝拄只拄着天安尼，你拄着风台啊，还是要注意啊。那有时阵阮也拄着家己做礼貌的时阵，就是拄着欺负啊，阮就是礼貌，毋知你拄着啥物问题啊？阮甲停落来去思考一下，阮到底是要安怎去离开即个困境？那而且种种的、种种的、种种的天气，即个种种的辛苦，所以多济，所以前是我初中内面个朋友，忍受一切风霜辛苦，就是伊万古阮只想到的迄个多济多利，会使知影讲阮修行的痛苦，阮知影，阮明明就知影阮修行这条路一定会拄着辛苦，拄着痛苦的代志。但是我这个痛苦是说，我是安尼面对的，我是要一改突破，还是天意啊，我卖当，安尼话，不是嘛？所以，这个老师讲勇敢的行出，就是蛮好阮大个前面，阮咱咱会使大个拢是勇敢的行出。那就来，阮来圣德恩主席，那。咱会真诶，阮个用心来认真来唱一条歌，啊，阮对这条歌，因为这条歌诶歌诶歌词足少，但是伊诶含义足深诶，啊，阮希望咱真诶会使用心认真来把这个歌歌来唱出来，然后给伊个心印伫咱个心内底。那即个阮个当个圣歌二重唱，集合。